做移动水上乐园需要多大场地？这是很多投资者的疑问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。对于大小而言，移动水上乐园是相当灵活的，投资者完全可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根据自己的投资预算去决定投资规模。一般从六七百平到几万平的场地皆可，场地也并不是越大越好，要量力而为，适合自己的才重要。如果您有需要，可私信我们详询。